上最后咱来看到迄个日本的政治吼，伊话也是无安定的状况吼，伊即马见诸人吼。伊经济上，即种各个美国、日本嘛是拢有问题，咱嘛有问题吼。伫反恶意化吼，伊一项就是甲美国嘅关系嘛，吼，甲美国嘅关系。啊，佮有一项，伊本身嘅安定度，伊嘛唔是真安定。伊即嘛嘛是拢面对几个问题啊，所以到底吼，即个建筑人会较做个代志，因为伊即嘛甲迄个自民党已经落来同款状况去面对。伊的众议院是多少？哦，迄去年选举多少？啊，但是伫个参议院上面做少数，哦，所以这就是变作讲，因为一个法案，因有两院吼，甲咱台湾无共，咱台湾是立法院尔，伊一个法案，咱两个拢通过，啊，即马变作少数，虽然伊伫迄个众议院是迄个多数，所以伊会当做首相。但是参议院是少数，所以伊未当有一款物件未当通过，所以这到底吼要甲当时做甲当时哦，甲迄个日本迄阵自民党面对同款问题伫遐，所以这原来无安定的一个在搁伫遐，啊，佮美军的甲美国的关系吼要安怎？所以这嘛是状况。啊，即嘛我来讲迄个钓鱼台的代志哦，来讲这大概都能了解一下都。我今天就跟大家報告的，刷一下腦子，跟大家好上來都。這個我剛從美國去日本，去沒多久，我的囡仔像也切切啊啥吼，前個月、九月切切啊是啥，迄個中國的漁船入去這個釣魚台，啊日本要甲趕，我迄台個甲普通的迄個漁船佫無共，佫足大台，迄日本上老去甲趕，迄比較小台。哦，啊，尾下则使较大台，出来两台甲夹袂死，伊甲弄两台拢甲弄呢。迄个渔船啊，因为伊话相当大台，所以伊甲弄两台，甲弄弄的。啊，尾下就不见了，甲夹袂甲抓的吼。啊，所以甲抓去迄个因日本迄四分岛遐。啊，尾下人我来放，但是船长啊，迄个车伯伊车子发生代志，车伯伊就甲逮捕啊，吼，讲你这吼。妨害公务罪，伊也无甲讲侵犯啥物啊，海迄个国籍啥，伊无用迄，伊敢若甲讲你这就是妨害公务罪，因为你用浪诶嘛，吼、哦，所以妨害公务罪讲，点么滴个开始甲拘留啊，我中国都一直迄个抗议啊，一直抗议，啊，这个抗议一直继续甲迄、那个杂交英国甲烟长伊个口啊，吼、哦，那像迄、那个。但最近总统在用烟灯啊，但是伊出来就烟灯几个月啊，但是伊这个吼是拄九日来晒，伊那是未使超过十日，所以佫一遍哦，十九佫个烟灯，烟灯的是。